上热牛奶，冰火融合，超商推夏日新品可可冰沙，第二件六折，庆祝6月7号解封日，还加码快闪优惠，糖果、冰淇淋等商品最低第二件0元。解封日很开心啊，耶、yeah ！然后像我们那个冰跟冰沙，我觉得它便宜，还蛮便宜的，一个69块，对啊，还不错。如果它本身有折扣之后，如果又有买一送一的话，就会加强购买意愿这样。欢庆解封，再推几点加购，小小兵、迪士尼公主系列，还有蝙蝠侠，各式公仔成超商带路货。咖啡第二件也0元，超市龙头响应解封日，包含饮料等16项产品满件加0元，再多一件限期3天。OK 超商也推咖啡优惠，即日起到7月1号，指定品项买一送一，全家全品项咖啡第二件7折，莱尔富咖啡全品项第二件6折。基本上解封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寄出冰沙跟那个特大杯的咖啡系列的新品，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推出点数加加购的部分。那预计可以带动相关业绩成长大概1成左右。拉解封顺风车，超商超市再行一波商机战。三立新闻黄欣筹雅婷台北报道。